水路连接，将水排固定，连接油箱冷却水，一根接进水口，另一根接回水口，形成一组冷水循环。安装炮筒冷水接头，从冷水排一个进水口引入螺杆，用八转换六的管子从螺杆引入炮筒，再从炮筒连接到水排对应回水口。冷水循环路线，冷水进入螺杆，从螺杆进入炮筒，再从炮筒回流。需要冷水循环的模具，按照冷水循环原理从水排将冷水引入即可。用高压水管连接冷水机与水排，打开开关即完成水路连接。